这家理发店倒闭了，没有挺过来。店内物品清仓甩卖，里面的东西都甩卖。华人社区的一家银行，墙壁都是用木板这样围起来的。这家卖世界名表的商店是想开不敢开啊。饭点时间，你看，就坐了熙熙攘攘的几个人。对面是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百货，要到7月24号才营业。这些资本家也是亏惨了。小朋友的最爱麦当劳这家，你看垮了。